斩龙啊，有点兴趣。吸烟游说。好吧，出发吧。那学长要来吗？那颗，等那个准备好。多。我操！好，收工。会起，知道怎么起的？哎，不对，我这边还不能起。那是要学这边原住民的语言，让你的猫学。对，对，你要学一只原住民的语言。啊，才会让你那个。快学啊，猫！异种族交流。小只跟大只的跑速也一样，一直不太一样。嗯？小只跟大只的跑速也一样。好多。哎，对了，我忘记问你那个什么骨，什么龙骨的。骨龙骨门，然后一个素材一样的，那个是重龙骨，重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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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骨，那个是怎样？重龙骨是，对，但是应该是自己的，就打怪，打哪种怪？我一直这样子，还是打什么？打怪都有可能有，捡个石头，啊。都找到展了，看到展了。别走开！那啥，那是副总，副总他叫我们讲不过来。那个蛟龙陷阱，哦，这个是蛟龙陷阱，那蛟龙会过来的，至少是这样子。蛟龙会，不然怎么说？蛟龙会过来过，你太大声了，你吵到他。我看那颗降子，我应该被一下就会被送走，我还是远一点好。而且你站那么远射你，你的那个子弹，你那个那个子弹的那个量会下降。就是侧甲的子弹，侧甲子弹打不到，这么太远。哎，怎么来找我？你不要站边边啊，他一直过来找你，还靠边。在云。你站到那边，他一直过来找你，然后干活。我们这样要走。好，跑去。到后面去那个追他。不要追我，不要追啊！你不要跑那么远，我们现在还要追他，很烦。好了，我们应该够远了。
应该不会。不会在被别人那看你你。我竟然还去追他，靠腰。啊，开锅开锅！来帮你们做一点坏坏的事情。啊，你说你要玩 N's Round 的，是雾锁王国。要开伺服器，就免了吧。要开伺服器吗？要哦，就是要。好像开伺服器，对。可以啊，你可以去蹭那个、啊、动物伺服器啊。No， 蹭龙上去了。你趁东末伺服器，没有错。想去。希望你是一个守信的台南人。守信。守信的台南人。地盘真不错。然后打架看一眼。参加任务，参加解锁。神龙打输了，对。打完了，这么快？嗯，神龙打输到底了。好。在楼上。啊，这个速度我应该整，我应该整打一场。没问题。下礼拜 ，next week。你们在哪里啊？看到了。靠北，晕，我去开这锅。你会把他打死之后跟我讲一下，我再去捡，还是你们用抓的？我今天说打开我们神。奇的 Hunter Bye， 打开 Hunter Bye， 哎，没有啊，没有带，没有带到贯通。Hello， 你家贯通带东西啊，赶紧。等一下，来了，快了，快了！啊啊！啊，不行了，你好的生命。好，等一下。你在打什么？战龙。哎、欸，头又没有软。哎、欸，啊，上次我下一只是什么？不知道你打到哪里？打到哪里？那个两只亚种。天涯路，你们先打，我先。滚水晶，各位。对，半水晶。
斩龙还有38%血量。OK。好的。断了吗？因为软爆了，伤心。我断了。对，算是，算是。可是你打他，他就会看到。因为我刚刚站远远，他还是跑过来揍你。你如果进战斗状态，他就会跑來。你看眼睛啊，他眼睛如果啊，击杀，我回来了。我这他顺上去耶。他不是爬上来，是顺上来耶，干嘿嘿，被雷神，是顺上来耶，你有没有看到吗？我看到他爬上去了，他是把我爬上来 ，OK， 我看他直接上来，然后一发把我送走。你不是满血吗？我看你是满血，对啊，我是满血啊。哦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拜拜，他还没到位了，快点！还没，我们伤害没那么高。啊，那个鸟儿叫。不会啊，那个陷阱快踹死！哎、欸，可以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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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不然你好，好，慢慢把引诱过来，慢慢把引诱过来。啊，干，好，好了，干，他跑了，笑死！你要以你的装的话，可以扛他几次啊？大概正面扛的话，我刚被他砍了三四刀，我的血至少还有四，我的血至少还有四分之一。哎、欸，我你要不要先放陷阱啊？先放陷阱，先放陷阱。好，放个陷阱，在他前面放陷阱。好，麻痹打完了，可以放陷阱了。海豹新大陸に残留を調査す。しっかり記録しましたとも。好，浪费一个陷阱跟一个大头。
很可惜。然后没有断他尾巴。也是，也是。你们 OK 了吗？打死了。欸、你打吧，我要下线了，我要回东区了。嗯。拜拜。是用那种。我们等你回东区再加入啊。回东区之后可以了，我应该在两个小时之后。你是什么？你是今天回影的吗？对、嗯、大家都今天回影啊。那你回东区。残る調査もあと少しですね。レベルカードの痕跡も見つかるでしょうか。下一个。いや、し。爸爸爸爸。我要看影片。帮我看。有任务可以，有任务可以加吗？我可以加。可以啊，你怎么分开了？你怎么分不行？等我一下。啊，换我换那个换头。冰雅。没有打，对，加在冰牙，加，我还在找他在哪里干。我刚才打个两场，我就开始准备回去，嗯，累。这个游戏赚钱的话。卖怪的素材，卖怪素材最赚钱。对，卖怪的素材最。像我那时候火龙的红玉打三十几颗，我就卖掉十个。啊！谁又看到我了？见鬼了！你看完再跟我讲一下哦。嗯哼。就抓。
哎、欸，他那个翼龙被打爆，然后死在那边哦，然后变成冰雕这样子，对、啊，差不多。开始啊！好好了，好，等一下，干，哇，很大的痛，很大还是痛？不是，那一下就三，我三分之一的血。哎、欸，我是没吃饭吗？我记得我有吃啊。哎呦，我干！妈的嘞！哦，打这只弄错位底哦。靠腰，靠腰。哎、欸，我死了！对，干，来不及了，屁嘞，太扯了吧！这就是我刚才的感，我刚才的感觉是这样子。我都穿狙击装了，他打的那么痛哦，哇操！对啊，几乎就是碰一下就死了。干，真是见鬼了！哪里啊？我这里，我靠！冰牙龙那么难打吗？他什么时候变成那么强？是因为不适合拿狩猎笔打的。他本来就机动性太差了。那上狙位本来就这样子，很凶猛。没有，那打起来感觉不一样。我觉得是因为世界的怪都比较好动。你在没有强宠的情况下打这种东西，真的不要再提强宠了，有人会不开心。有什么好不可？我说干爸想的就是废物设计。那有些人可能会这样讲，不是我、啊。哦，你谁？你什么时候听有人讲想宠不开心？有啊，又在造谣哦。哈哈哈一言不合就造谣，也、欸、没有软哦，没有，我还没软就被打死了，根本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死了，好不好？跟我一样，你跟我一起，你跟我在旁边采矿啊。嗯，不行了，还是要有软肉了，这样麻烦。继续游荡，距离多远？还蛮远的。没有软差很多哎，干，打下去伤害都个位数了。哇，但是要软，我的生命会跌。你要把它软啊，妈的嘞，就是不要摇下来，是要软差小。OK。还一只手，
不要再地震了，妈的！要跳死！太多血！我靠腰欸！哪招？这哪招？我干你！凶！我跳！嗯。我站在这地方，他铁山靠撞到，妈的！他的他的铁山靠有亚空军，他好快，快死了！干他妈现在才84%而已，哪来快死？你离快离快死这个定义有点，那应该是看错，走，没有啊，因为我没有装，我没有外挂、啊，我没有办法判断他到底有没有要死。是是是，我是看下面心跳去，我是看下面心跳去判断。他只是没有生气而已。俗称贤者时间。他生气了。哎呦，够了。哎、欸，妈的，靠呗！哦，正手，挥手啊！哦，这就是什么？哇，这是他的技能，挥手。靠背，他除了他不断铁山，不但铁山靠有亚空间，他连吐那个龙卷风都有亚空间。我都人都不在亚间龙卷风附近，我还被卷上，干。他是破脚了，破手。破手就好打住，破手，他的右脚还没破啊！我看是右脚还没破。哎呦，飞扑杀小啊！哎，干你！哦，被打烂了、欸，妈的！我们没有人，应该没有人有带粉尘啊，自己小心点。挥手。好呗。看他上次飞来飞去。哎、欸，软的，要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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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好，不打不打。应该没会死。没恶龙妹。来到场，对啊，零
然后两个部地盘争夺，干，那我投掉，没有。哎、欸，他那个下面是要怎么下去啊？我下面怎么下去？他去了那个地方、哦。我们刚才就那个地方就直接走而已啊，没有哪里下去、啊。因为我看他从山洞走掉，我以为他跑出去了，被骗。一场。你走吧。后边。喝错东西了，为什么有闪光弹？没有、啊、那个场地生物，有人打到闪光弹了。对，我打到肉，我那我说，我想要打肉食，就打到闪光弹，打到那个光虫。我干你、啊！哇，你被接哦！而且为什么你红红的啊？你是被？在跑啦！三角，他直接撤移是三角，他是被砸到了。嘿，哇操，他的尾巴也打太远了吧，屁嘞！那你可以把尾巴切断，小法把尾巴切断。我们没有人带可以切断尾巴舞。一堆人拿妈的远程武器，然后那边说要把尾巴切断。蛮身靠你啊，闪裂弹。疯狂啦！跑呀跑！啊，有50%了。目前39。39，快了，刚开始哦。我报告一下输出情况，我打了大概11000 ，net 6000。李明环4200，马先生1000，马先生你在干嘛、啊？你拿什么武器啊？你不是拿重弩？你拿重弩跟你打1000？不行啊，我真的。完了，你在睡哦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能装这个东西，不能装这个东西，就是因为会被看破，会被看破谁在混，谁在那个，不是说谁在混啊，就是很容易造成那个纷争。对，内特脱离任务了。哇 ，net 拜拜 ，net 断线了。嗯。啊，干掉！没有啊，我现在我这个装，我发碰一下，我就直接被猫抓。
哎、欸，不要再！所以我现在不能太。我干！没事了，没事，大家都有这个时期。但到底是啥小起来？有人黑软头吗？没有，完全找不到。为什么我又兵一场了、啊？啥小？到底是什么东西打到我？见鬼了！没有地形，哎、欸，我死了，很冷啊！我死了，你吃了吗？不是，跟那个没关系，我是一直又兵一场。哦，地形啊，那个有流冰地形，会那个，妈的，什么大便地方干娘哎，一直待太久，一直冰一场，待太久他就这样。啊，邱正凯，你要不要加回来？加得回来吗？为什么石头又砸到干娘？他那边石头又在爆炸是怎样啊？到底是什么毛病啊？是什么垃圾地？然后他又可以半个地图，然后扑到我身上，把我扑倒。你打得赢吗？不太 OK 啊。努力中。干！我们要任务失败了。不会吧？剩一条命啊！哦。而且我药要没了，我已经没有大回复药了。嗯，你蒸汽没有练，没有练蒸汽。没有，我身上的药都吃完了。哦、嗯，然后我没回归域。哇，你先撤啊！这边我一个人先扛，应该还行。哦，他不让我加。你超出成员可参加此任务的次数，我不能跳掉，所以。他有多少啊？欸、目前还有31%，大概一万多血。干！现在在喘，快点！到底是有什么毛病？干，这张图真的太烂了，不行，要离开。这地图太小了，不出。他所有的攻击都可以直接把整张图里面所有人都打爆。不要再追我了，有什么毛病啊？干！我第一次打冰羊，我打得那么不爽，妈的，是因为我没有拿远程武。哇！哎、欸，你他妈认真干！我已经在那边又打他两三轮了。但是他还是跑去找你。不是吧？他一直在追我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哭哦！但我连回家都没想回家呢，这到底是怎样？毒性晶片。啊！好鸡掰！欸，我都已经跑两张地图了，然后他现在还判断我在战斗中哦。
不敢，好险。好，我直接没有大回复药，妈的！你有带密药吗？没有，我也没密药啊，我根本没有那种东西啊。对吧？要死！干，我直接晕厥，大家被接招，免法。好。啊，干，打到可以，刚好可以捕获，啊，免法，我被晕眩了。输了。对吧？输了啊！干，到底是这怪啊？不要打！哦，对不起，我的错。我可能不要打，妈的，这是关键任务欸，讲的好像我很想打他一样，干！残る調査もあと少しですね。还是你要先配青弩啊？是我吗？对啊。没有，重点是我的问题，重点是那个防具啊。防具现在配什么？我现在是那个啊，防卫队啊。哇靠呗，你没有升级。不过我现在要升级，我现在缺1234，7万，现在差缺7万块。五点可以玩到那么强？你现在有看一下哦。现在缺七万块，我先把方舟的先。如果七万块，我就可以那个，可以换装。五块不多啊。你有打什么装备吗？还是你有打什么素材？我现在能直接就是连素材一起已经做出来的，就是尖晶铸铁。你有卖掉那个吗？你有卖那个冰鱼龙吗？你做冰鱼龙那一套啊？他有一个腰，你有先卖那个幻金道具吗？幻金道具，看你不知道，你直接去商人，然后你看他底下，你的箱子就可以了。对，
拆你的箱子，你按出售有没有？按 Y 有没有？按出售，然后重造一箱也可以啊。出售，然后嘞，还有一个按换，诶，跟换金道具全部出售。按 Y 啊，道具全部出售。对，我因为我这边是下面啊，它最下面有一排小字，它不是有那个按键钮吗？我有干变11万出来，我操 ！OK， 那就是他了。你先不要升你那个啦，你把你的妖幻冰鱼龙的，你理论上杀一只就够了。嗯，看一冰鱼龙，对，冰鱼龙的。那插什么瞬间冻结带？哦，瞬间冻结带，那还是要去打，还是要去打鱼龙，或者是那个，还是要往那边打。不然我们先去打一只鱼龙啊。哦。瞬间冻结带要打冰属性的巨。冰属性的冰鱼龙，狙击冰属性，没有错。那我先把其他穿起来。我直接开一个任务、啊，冰鱼龙。对，除了冰，结冻带还要特上一样。特上什么？特上。哦，那还是一样打他。那是一样，那你就是要打冰鱼龙的，那没什么好说。哎、欸，要补货记得啊，有票记得用票，有票就用票吧。票是会容易拿到比较好素材吗？还是做票？对啊，素材跟钱都有。你在结算会有，结算也会比较多，所以如果要的话，补货建议是用票会比较好。OK。哪里出啊？哪里地？都行。没有，你只要看板就都可以接啊。然后又不插那个，那他从他说哪个基地？随便你啊，第一个吧。就是你有要加吗？没有，就是我要走了。拜。方舟的钱要破200万了，哇！看，没有热饮，直接打。说方舟是明日方舟，是的，100万，200万。我最近都没在练角色，所以比较有钱一点。麻痹线，我龙。Nice。 啊，忘了是猫饭了，再发现。
god！ 被破了，我背上他破了。对，哇靠，又是猛牛龙，不要乱了好吗？哎，瞬间冻结到有了，那是你有吧？哎，那个啊，路边那个，因为冻结带缺失，哎呀，算好解。冻结带缺失，哇靠，差那么多个，应该都缺三个，他这样一个，然后做掉两个。哎、欸，帮我软一下啊！算了。哦哦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的话会有点困难，攻不上去。还来不及了。我们把他抓紧。现在。干靠腰啊！我已经冷到不能再冷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冷到不能，你说没有热饮是不是？是啊，因为我刚才出来的时候忘了带热饮，想说干为什么没有办法回避装填，就是因为没有热饮。你也是挺猛的，打寒冷任务不带热饮。温泉泡吗？我在干嘛？你加油一下，我去泡个温泉。那温泉的热饮效果我记得还蛮短，两分钟吧，我记得。对，两分钟，没有错，就是两分钟。狩猎中无法进行快速移动。OK， 好，可以了。好呀，记得我们的任务是要捕获。好的，还没，现在35%。快！对呀，因为打伤害已经比我高了，很正常，因为我拿大点。我走路好慢，不要骑啊！妈的，我说他比较快我，我不会好不好？他给哈西列，哈西列，可以抓他之后跟我们讲一下。好、啊。嗯，他剑都没有带肉出来，我干。
可以抓了吗？还不行，32%而已。几趴抓的掉？20%。我记得20%以下，狙击好像20%以下。他那个上位跟下位是25%左右。帮你看，没了，没了。雷波二贯通升9%。可以抓，可以抓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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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iPhone，你也去装什么奇怪的东西了吗 ？iPhone 啊，我装了 iPhone。好呀。iPhone 跟我讲的。它很爆炸。不要问。没有，那是树吧？因为我装了大桶爆弹狙，弹。这边两个冰结带。欸、没有拼解带，干没有拼解带，我就知道，那土星金边，因为我也没有拼解带，哎，要不然我拿三个拼解带，傻笑，我也没有拿到拼解带，所以我就知道你要抢，再我就一个一个看，傻笑，要的东西只能再继续打了。只能再继续打了，开始体验到真正的魔物猎人了吗？干，这个毒心冰片现在连这种小东西都堵得有个垃圾，真是超级。猛牛龙是不是有人掉冰结带啊？不会，我印象中不会。不会，你要会土冰的，你也可以打冰甲龙。但是本身是冰属性才有。对啊，他现在就是为了让马先生不要那么弄容易去打这个去打，拿那个装套飞。你现在直接，要怎么打？要怎么打一个黑龙？用黑龙装啊？怎么打黑龙？这样去打黑龙。对哦。看我以前都那个拿黑龙的一些边角料，然后做出黑龙装，然后再跟他打，超好笑。就是打，然后揍他，然后拿到掉落物，然后拿掉落物去做装，超难过的。再插一个边界，那就继续那个、哦。他一样是玩捕获的啦，我现在差两个重壳加两个冰结带。等一下，你为什么腰带需要那么多东西啊？啊你确定是看的是腰带的素材？你是做整套、喔？对啊，没有啦，只要做腰带就好了啦。啊，白痴哦、喔！我的天，那你腰带做了吗？我猜还没。对，我想说奇怪。我那时候明明一个腰带，我打一次就够了，为什么？可是为什么换腰带就好？它是因为因为腰带是它的上位替代版，你现在身上套装的腰的上位替代版，你其他的就可以配自己想要的效果，就不一定要用冰玉龙。
就是出魂装、哦，我们出后面出魂装为主。OK。所以腰带我其实可以用其他的腰带也可以。不是不是，你腰带，你如果要有加血效果，你用这个腰带会比较好。这个腰带会比较好。对，你就其他的配。对，因为它有体力增强 level。他那个有一个属性叫风压，那叫那是什么东西？风压耐心那是什么？就是你当你有风，它有山风之类的话，你会可以挡得比较起来。你可以挡，就是、怪飞起来，你被风吹到，其实你会被控在原地。它、啊、那个风压耐心就是让你比较不会被控在原地，哦、或者是、okay. 你与其配风压，不如配地震啊，地震比较严重。风压那个影响不是，我其实可以做其他的我们要打那个啊，那个力战猛牛龙。力战猛牛龙打到不行。那个有一个东西叫压龙，快点。有个东西是铸铁的，那个是什么？基因铸铁。哦，那个没有太大屁用，那个就只是让你防御比较高而已，但是大部分时间没什么屁用，大部分情况是没什么屁用。对，就它有基因跟没基因，有基因的会比较好，基因就是居位的居位武器，居位的效果的。那精神抖擞，精神抖擞是体力，精神抖擞跟耐力有关系。你蛮体力的时候会攻会加攻击还是加？你用那个加彗星，你那个你那个防具技能，按那个按第二，按技能资讯可以知道他技能。哦。你是拿重弩还是轻弩？重弩。那你用精神抖擞应该会比较 OK 吧？好，试试看。你我现在可以做那个东西，然后可以直接做一个出来。快哦！希望可以赶快把兵。你有没有体力珠可以塞啊？你就塞一个体力珠进去。然后你体力至少要塞到 level 3啊，不然你体力根本不够。因为这套装置就是 for 很非常非常非常新手，你没有任何加攻击的那个效果，就是你拿什么武器都可以这样子，因为它完全没有攻击方面的技能。对，但是你也就什么都打不太起来。为什么会有力战猛牛龙的任务啊？啊，就反正就会有啊。那是现实的吗？没有啊。调查，那调查了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我接任务了。罗正啊，看你要不要加。冰甲需要多一点的。我觉得他需要休息，不是需要加。这跟你们打完这场我都要休了，这场打完我差不多要休了，我要开始准备要回去的东西。啊，变成手甲，手甲。啊，你没有打冰甲了？冰甲。哦。啊，就主线。我想说你要继续帮马先生打那个冰鱼龙，没有啊，他不是已经做出来了？我其他的那个比较好。哦，好，另外一，好，
那如果是以前，你们如果全部打完之后，你们 会把其他的装全部做出来吗？你有这么想？我们会做，当然不会啊。我们会做一些就是专门用的装备，那就讲。你那个客家猎人记得吃饭，有我吃啊。今天都要提醒你吃饭。后面有万用装啊，后面有那个后面有那个黑龙装啊，黑龙是万用装。又起司，又面包，又卤肉，又焗烤，然后再加香肠。还猫饭吗？猫饭很好吃啊。那个日本好像不是有只有出过联动？难道不是官方的平台、官方的影片平台教大家怎么做猫饭？哦，好像有。太小了，去吧。防御六百六，开心。好。旁边极面族在丢长矛在砸丁雅。你妈马上被甩开。有人去有一些软过了吗？没有。看见了。软到，你的软手啊！那另外一只手，妈的啊！为什么我上去他妈都不能软？我一眼被他甩下，对啊，我已经上去三次，然后被他甩下三次。他先，喂，是我。异形坍塌。哎，我丢三下。哎呦！失败的承接者啊！什么东西啊？终于出来了。就是那个什么，李晨。汽车真的吗？对啊，看里面。我被卡在墙。我是拿到。卡墙。好紧张。他这个爬墙掉下来会有伤害吗？有。有啊。因为感觉他跳到我头上，但是我好像没被他打到的时候。那就是刚好没被打到。但他是有伤害的，看起来会被打到招打不到你，然后看起来不应该打到你的招，都会一直打到你。啊，可是又是怪，那是 bug 吧？大力啦！这一定是厂商的出事。是蓝眼睛。这破花，有，你只要喊造成伤害就代表。啊！有没有方法就把它控在原地啊？他这样一跳一跳，有啊，麻痹啊！不跳，一跳一跳就根本打不到他、啊，就给他跑就饱了。
哦，跳水进来。大家自己去打共匪的时候，记得跟他这样讲，你就不能好好的站在原地让我打，一定要在那边躲在伞兵坑里面。你俩没成功。抓他的屁股，欸，怎么是用到那个？你是用到尾巴哦？我是撞不撞？看不是，我是要抓尾巴，可是他抓到他的尾巴。屁呀！我死了！我都不在你旁边，你怎么打到我的？然后带他去撞哪里？空气。会有那个墙可以撞到。你根本你不是把他抓去撞墙吧？你不是把他抓去空旷的地方吗？斩裂不能击，这个重会进去吗？哎，干你！装蛋，分装蛋，你他妈看！怎么揍我？他第一个看的就是你。跟上一局剧本一模压干呀，不小心反错边了。他们两个都要地盘蹲着，可能会吧？没有没有，有了有了，还有撑过地盘。快快快，剩下 A， 剩下 A， 要补血，快补血！男生过来，干冰压龙剑赢了。电回哦，冰压龙的冰压龙打赢了，太扯了吧！打赢然后就逃，两只一起。这叫什么？这秒叫掉落物。冰压龙没跟雷二。一只手，看旁边那个小怪被我打到了。来不及力，哎，
你跑不够远。他才会跟你说不要跑。靠背，别拉倒。哎，妈的，骗子呀！你都没扑到我身上，我为什么被打到？好爽哦！那是你自己摸的哦。好，哎，逆料的效果是那个什么？是那个体力全毁。然后你的血量上限会变到150。加血量加。哎，那是血量那是这个吧？那是古老的密钥才有吧？都有密钥也有。古老密钥是耐力跟体力。反正是一张乐色。然后你看，现在他的尾巴这样子从我头上扫过就不算有打到我。不要再跑了，小。现在可以，你现在可以撞，可以拉他去撞墙。不行。现在可以 啊，他没有升哦，有升级。刚刚还没有。哎，干你娘！他在这张地图，他这张地图的所有攻击都会带冰属性异常啊！他攻击本来就是冰属性的，你在说什么？没有啊，他的爪碰到你也会有啊。正常来说不应该有啊。没有吧？有啊，我刚刚只是被他的脚踢到一下，我就突然身上有一下。你是踩到那个地形吧？也没有啊，因为我附近也没有那个啊。也没有冰山或什么其他的东西啊，就是普通的平广的地。哎呀，鸡巴呀！哎，一片。我杀个不要动！不要动！不要动！滚他要死！不 OK， 可以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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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一抓，抓一抓，快点！啊，他那招地震，他又把人击倒的效果。哦，终于，妈的！好掉了乌龟，是吧？我还在那个这边附近有捡到一个。是寺庙吗？掉了乌龟，来吉利。动画，我瞬间激动翻了。全开加倍 ，Apple 又回来了。对，看一下。冰牙下一只是什么？驯龙家的驯仔。
玩，可是如果我到时候去玩，我用那个手把的话，我就变智障了。我手把比较符合，比较人性化一点。我不会用手把玩轻弩跟重弩。轻弩跟重弩需要什么？瞄准就好。那个东西不是就是找到你该站的位置，站在那边一直按拱就好了。嗯。对，你就这样完全看，他、啊、看会不会死？看在上面谁先闪毛？对。哦，靠！轻弩跟重弩已经是最最不需要技术性的，他就是。那你知道他在电脑上面更没有技术性吗？你知道他在电脑上面更没有技术性？因为你的瞄准是用你的滑鼠去瞄的、啊，是吧？是吧？应该是吧？是啊。这是冰咒吗？嗯。那个阿鲁法跟贝塔有什么差别、啊？哦，一个是技能，基础技能比较多，动比较少；啊，一个是基础技能比较少，但是动比较多。哦，对，反正到时候就是看怎么配装啦。因为有些废技能它会塞在阿尔法里面，但是它的关键技能，它会把关键技能跟废技塞在阿尔法里面啊。看如果初期。不太会配的话，就是配阿尔法没问题啊。后面你那个护士多了，是护士、啊、那个什么珠子比较多之后，你就可以玩贝塔，但是那个基本上会要有一点时间，还有要运气够好。那我要刷一只攻二还是什么挖哥小的珠子，他妈什么小都出不来。这个游戏的东西就是缘分到了。缘分到了就会出来，自然就会出来。不然就是真的不好讲。对，我说刷为了刷这个珠子，我打一些很废的关卡，就很无聊的关卡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。我打那个叫什么？打我也忘记，反正那时候就是打到我觉得哦，该好无聊。然后这东西还是不出来，每次开四级珠都是开一些很废的那个珠子而已。好，没有打喽，没有打，我要撤退喽。先休了，你们要休息了吗？差不多了。哦，马先生应该是要休，我应该还会再挂在上面一阵子。哦，我先看一下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先弄。我先把那个农场的任务。那农场的任务是要打那个，是要。回报那个还是要打他给的任务啊？他会给任务，给完任务之后你要打完之后，他才会那个。我记得他是那个、啊，也是缴交素材。我记得是素材缴交的，从那个回报的那个吗？对啊对啊对啊，我记得是素材缴交的。他是要回报什么类型的、啊？因为我有看到他有回报，他写什么价格的那个交货任务。它是交货类，对对啊，我意思是它有一些交货任务是要扩张，是要弄扩张那个，还是弄扩张的、啊、其他的扩张？它基本上是扩张，然后如果你有那个肥料需求的话，你可以再点肥料啊啊，因为肥料我自己是没有解很多啦、啊 okay. 它肥料是打一打你就突然就有了，然后就可以把它解掉。可是我扩张已经有解过一次了啊！我现在还是扩张有三十啊，它最大是五十啊！啊我啊，等一下，我的意思是，有些不是可以选那个道具吗？哦，那是肥料啊，那是肥料任务。不是，我是说，我不是可以种一些花花草草的啊？有些比较好的花花草草，我是要怎么去种它们？还是就不能种？那个是好像是任务吧，要任务到了才会有。
我印象中老了，对啊，好吧，因为现在问题就是我不知道，他好像也没给我什么其他的东西啊，他没跟我说要去打什么去扩张啊，还是前面的任务有，只是我没有去打而已。你可能要找一下那个你的自由任务列表，自由任务列表里面特别写说，他是会特别写说会。哦，我看到了，他那个任务是要一个一个打上去的、啊，还是他一次会给完所有的那个、哦、肥料？好像是一个一个打上去啊。那个一般的任务的话，就是，扩张任务的话，就是要那个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一下，靠北第一个是去采仙人掌，简单啊，是不难。带个那个绳索加子绳，耐冰不敢给这种垃圾的东西。
打什么任务？仙人掌。好，你要仙人掌。没有啊，因为我要解那个手掌，手掌。那解什么？直升锁手掌，就是那个农场，你可以跟一个农场，算是农场研究员吧，跟他说。哎，我这边有蜂蜜，帮我送一下，然后他就会每一次战斗回来给你接蜂。从哪里出来啊？从月城啊，月城那边。没有啊，你直接接，你现在任务你只要直接接都会有，直接都会有。所以你不用对，你不用特别切那个，你就是直接接了，就是直接进来。就这样反军人长，其实我快结束了。你让那个埋身进去啊，这样他也可以一起接任务。如果他有接到的話，我有开啊，我都开四个人了。哦，我任务快结束了，我再才四个，我再一组仙人场就结束了。你等一下埋身，让他进去采完。我已经进来了，没有，他已经进去了。没有那个你附近那个我踩过了。哦。你现在是沿着我踩过的路。嗯。看到都看到烧鸟，就是把它杀了。顺便捡那个，捡那个研究的。你遇到怪了？水里的没事，我就路过他。那意思说我被我 up 了？哎，我要怎么杀人？在这边踩到比较特殊的物品的话，它是全部都会有。不会，这种我有的。嗯，它、啊、那个特殊物品可以增加你饭里面的东西啊。你那些资级品，你如果第一次踩到，它会换，它会变成食材出现在你那个吃饭的地方，它会额外追加。第一次踩到都会。不管是食物还是矿，我最后一个我找到了。好呗啊，我在打怪。我在那。妈的！白痴！白痴！什么？干！哦！哇！对嘞。你若打多你那，拜托看一下你的队友在干嘛好不好？好凶哦！我好不容易把他打到濒死了，好，先找一只怪。拜托一下，不要跟李浩一样吧。尊重哦，李浩他妈至少还帮你们打很多东西。蒸汽什么东西是在新城、
新城没出哦，新的才有啊，新的才有。残る調査もあと少しですね。我都没看。甲虫任务啊，如果要刷甲虫到底。什么总火除瘴气？不太懂。我记得之前在玩的时候，它可以打一个很像火焰的东西出去，然后那个火焰经过后，那个瘴气都会消除一段时间。哇靠！这个蒸汽的沙响，那个会要用很久哦。没什么印象，你说的。是我之前那时候游戏刚出了就，是不是？他会不会那个？就是如果你失败，就要全部重来。你说真的吗？不会啊，你那就是一直累积的，你就一直乱按就对了啊。没有，你按那个 R2 还是 R1， 它有一个可以一直就是左中右左中右左中右这样子一直按，反正几率基本上都是六分之一，所以没什么好的。它其实就是按到你全部都过为止。最多那个什么，边龙门什么东西那个东西的，是干嘛的？海の危険上場、こたびも行けるか？点三十分。他其实是完全没有道理可言，就随机啊，就随机的。
初も人生の一部よ。你有要进我的任务吧，我要结束了。加出来那有，对啊，因为我目前是找到那个地方有啊，杀完就没。天上飞那些不是的，不是，不是，哎，没有。来一只。你的地板颜色一样的哦。可以找到，呀。哦。
休了，拜拜。感觉到累了。